哎呦我这啥呀这是啊这么黏糊、啊、快点啥呀塌方的差点竖进去。我一直强调做人一定要低尿，可你们非得给我掌声和尖叫，那我还低尿啥呀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又秀吐了，赶紧出去拉着磨磨秀吧，你现在的要求不高，一个月干三件活就行啊。我他阿有多用，这是干啥呀好哥们儿，我这车呀纯粹是放坏的知道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来不及了来不及了，带你们瞧一瞧看一看，来屋里请屋里坐，瓜子随便嗑。今天这个活的老板咱们去年给他做过，这不今年人家的活多又买了个大皮轮，自己车忙不过来的时候让咱们来帮帮忙。我说今天早上几点集合，说是六点用户的，用户的到底是啥意思啊？是5:59呢还是6:59？这活咱说实话一来我就觉得不好干，关键这些大稀泥没地方放，你说这活咋干？你看看你看看，这一头全躺下去了，这么细怎么拉，有普通的车全都拉了路上了，这种情况只能找个拉混凝土的罐车，你们说呢？不得不承认干这活还得是特森机制知道吗？用这个干土把这个大米一拌了，这不就解决了吗？我去，幸亏我回转冲着及时，差一点就竖进去了，本身下面是条沟，又钻着地笼直接悬空了，我的妈真给我吓坏了，还不如用个履带，又是挂档松刹车踩油门根本来不及，履带还能反应快点蹬下行走再配合着动作，嘿嘿，但是千万别一着急蹬了相反的方向。你笨笨，我看不着挖个鸡毛啊，我这不是在旅游，或者你看不着，你这管子挖着肉不全躺下去了？我的妈，我真是沟通困难呀，我的意思不是怕挖坏管子，主要他指挥的那个地方是个夹角，根本够不到，站在这个位置不行。现在已经是快一点了，我们依然是忙忙碌碌，饭的还没吃呢，真是的，努力吧年轻人，别老是吵吵把火的。哎呦我这工作不行，我这机遇了也不行，别说那个啊，还是你不够努力，这下手下晚了，非要一气呵成，中途等车就等了2个小时，这一下干了4.5个小时，675两跑路收700可以吧，关键咱们中间停车熄火等了2个小时也没给算上，今天这个账也接不上了，老板一看快干完了直接跑路了，又得拖到过年了，没办法。